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朵啊。今天换了个地方过来赶海。这两天海鲜还不是很多，可能是天气还是不够热，季节还是不到的原因吧。在这边找找。我的天嘞，剪了个头，知道吗？这被什么分了？分尸了。拿，这边还有一个。我的天嘞，啥都没有啊！我老大爷挖的，蛤蜊这是。小花个细嘞，这边这孔蛋挺多的，你看啊，都是这种壳。孔，过两天过来挖这孔蛋太多了。这个什么东西？猫耳朵应该是，看，猫耳朵。这个品种不一样啊，跟之前那个另一种品种都结巴了。这个品种吧，个头不大，但是很好吃。哎呦！这有个什么包啊？就是那种海螺呀，这个。今天的货太少了，都让大风刮跑了。铁腿哥，活的还是啊？怎么都是包？沙滩上啊？猫耳朵，哇塞，这个地方有这种猫耳朵呀！我今天这到了另一片这个小海滩哈，这个地方也来过，但是没抓过货。就在这一片海滩上啊，都是这种猫耳朵嘞。拿，又来小包包，哎呀，啊，哎，这个什么东西？海螺，那个品种的海螺，看。这个品种的海螺它长不大哈，不是说跟我平时抓那种海螺似的。这个地方还有新货种嘞，哎，看这个。哎，你干嘛呢？露个头啊？你干嘛呢？哎，还不需要呢。哒哒哒哒，小护宝。这个海螺太小了，这个啊，这就是我抓的那种大海螺。没长起来，看这桥大不大？哦，太过瘾了！这个东西拿起来比较恶心，它吸盘一下就吸到你手上了。张开缝的呀！个头不大呀，还行。哎嘿，差点夹着我黄蛤蜊。哇塞，看这个大鼓包是什么东西？哇塞！猫耳朵，看，海鲜全部出来了，抓紧找呀！好像是又一个，摸到蛋的了吗？摸到恐龙蛋了。车呀，开什么车？啊？开什么车？开电动车。哎呀，你这手活不行呀，太费劲了。你要挖呀，我就保证你就挖两个，多了你一个也挖不了。你得多练一练，啊、你这手活不行了呀。你要是挖，最多挖两个。
你跟一挖着看。太阳又落山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每天都会过来到海边转悠三四个小时，最后就收获那么点儿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啊，不管或多或少的，朋友们都这么支持我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拜拜。